看到出不少，我是英学。哎，你是什么方块？我是那个工作台，你呢？啊，对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来了日本红。那今天呢，我又来跟框框来玩方块捉迷藏啦，哈哈。英学赢定了，这笨蛋。我是 Gamble。你是那个铁砧哦，不错。对对对。我要藏哪里呢？原来这有箱子。可以藏哪里啊？讨厌！哦，我知道藏这里了，原来还行。在哪里？这里，赶紧找个地方躲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啊，这里不是不行的。零耶！我不，你赶紧就躲这儿。走，三、二、一，零耶！我变成这个了。一，不能在这里变的，好奇怪，这样我玩不了。有些地方的确是不行的，好奇怪，这样我死定了。加油吧！我累格，累格。一 ，Yeah，I'm sorry, bro. OK， 我现在有木剑了。嘟嘟嘟嘟嘟。哎，怎么还没人过来找我？现在有人受伤了。我的，我的，我的头！哇，好恐怖。嗯。嗯，游戏这样让大家先啊，什么？没什么，大家我先暂停一下，马上回来，我去关一些东西。Hello， 我又回来了。Hello， 那哇，这里真的这么没意思，我都想出去来打人。那我们来 go 吧 ，go go go， 我出去了，出去了。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跟我在很多花盆的地方那边。花盆？那外面还是里面？你在？里面走廊。我也是在走廊。你在哪？你是什么？我是那个工作台。我刚看到一个另外一个工作台跑过去。哦，你在哪里啊？等我现在就来，我去那边看看，我不知道是什么样。这样。我有个过，我有个 seeker 过来，我得藏，我得藏，藏藏。快点啊，变啊！快点变啊！变！三二一，耶！变了 ，OK。哈哈，不管你了。哎，跳一下就可以了。你死了吗？你死了吗？没有，吓死我了！我要杀掉他！你死了？没有，没有，哈哈哈哈哈！耶！一血狙击了。哎，只有三个人嘞。啊，对了，之前有观众说讨厌我，不喜欢我出去杀人啊。对不起，我忘记。哇，这两个害的了，我只……啊，快快，我要来杀你！你找不到我的，赶紧让我出去啊！你们这些混蛋！英雪知道矿工是什么的说 ，OK， 你够，你是很……那有队友哥 ，C 哥就在我后面。我离那里要过来，我死定了。啊！上次英雪就把我杀掉了，你记得吗？哦，对呀、啊，所以说我更要狠狠的干掉你。啊呀！找不到我的，这也太可疑了吧？是你啊！哦，那是你，你的名字，我可以。等下，大家有电话哎，可以马上回。我马上回来。哎呀，我们回来了。那我们下局见了，我们这次玩四局。Hello， 我们又回来了。嗯，那我们就进去了。有七个人呢。哎，这个地图。啊，这个地方哦。我认识这地图，为什么有怪物？这不对吧，大大？冰雪，你看我影片的时候，我给你看个东西好不好？你是什么人啊？啊？你是什么？我是北京人。你怎么都不知道你是北京人啊？我看我说你是什么方块啊？真是混蛋！我是噼里啪啦方块。啊，你是 seeker 吧？不是。Tell me。好，我是工具工作台，你是什么？是那个熔炉，什么啊？啊，讨厌！大家有个苦力怕在那头、哦，我就躲这。你太酷了！我找一个好地方啊。哦。哦，在我藏水里，为什么有僵尸？哦，英雪干掉你哦！我怎么就有个苦力怕在跳来跳去？这里有怪物的。怎么还没有人过来找我？我只有五个害的人。刚我正好游过去，然后一个人看到我，差点，我好想钻水里了。
哎，那哦，打死了！普利帕，妈的，你死了！你死了吗？好痛苦！那个有个腿杀掉了，痛苦。这次玩多几局吧，矿工怎么样？对，因为第一局完全就是在干嘛都不知道。喂，只有四个嗨的人。我们要不要？哎呀，算了。哎，你在哪里呀、啊？在一个。我在那个水里面。我在一个很难找到的屋子里面。讨厌，你告诉我会怎样的？应该是不是屋子，是你知道那个外面的那些卖东西的地方。哎呀，空空，你那边有火车声音好像。对对有。哪里嘞？火车。耶、yeah. ！好，那我们就来讲。从前有个人叫医学，他变成了熔炉方块，然后像胆小鬼一样的天天躲水底。然后呢，就是喂，有人到水底了。不，啊，不不不，你滚，你滚，你去死！啊哈！哇，那个，难道那个跳到水里的那个人就是那个把你杀掉的人？你好讨厌哦！我故事还没讲完，你们这些混蛋。不我还没讲完故事啊！在这里藏着好烦哦，我跳进去了。打扰医学的故事时间，我替你报仇。没有。是啊，这是医学。那种，你了？哎呀，哦，跟医学，空空。对啊。快医学，医学，别杀我，别杀我，那医学，医学。要打，我要赢。我们可以聊天，我们可以聊一些天。不行，你别打我，我走了，算了。紫衣雪会报仇的。我们是不能讲的，我们不能聊天的，因为我是你的天敌。Thank you。我是不能跟你，我是不能跟你聊天的，你是我的天敌。好，下面是天敌，我们接着。没有。给你找出了一个，怎么这人会藏哪里啊？他不会也藏水底吧？之前我在那边看两个人真的很难找，只有两个人，把矿工卖了都找不到。当然说了，没有卖了矿工都没人要买。F U C K， 哎呀，你又骂人啊，真讨厌。哎，还这个游戏里面什么方块啊？这里面游戏有蛮多方块的、啊，那真的很难找。我记得、啊，我记得，我记得，我知道一个地方是这样。嗯，这个地方有没有我就是不确定。嗯，啊，天天看外国人的影片也是有用的，因为我知道很多地方可以藏的。你为什么这个东西长大路中间？这不对吧？我也杀了一个，不会吧？这个木头也不可能在这里，这不对啦。怎样啊？好，哎，等下我好像看到女服装的矿工了。那、no, 你没看见女服装的矿工？看到了，在那边。啊，那危险！逃！看，哈哈哈哈哈！我要截图。No。你走开！你走开！你走开！你是你把我杀掉的，我现在怕你。我拍了，我等会儿放到 Facebook 上。哎呀，只有几秒钟啊！噗，我们输了。好，那大家我们下一局见。好多阴雪。Hello， 我们又回来了。Hello， 我们回来了。干嘛重复我说的？真讨厌。XD， 有阴雪想变成方块的杀者，我想想当那个。那大家你知道吗？如果你就是玩方块捉迷藏嘛，你知道一个秘密吗？就是。这个影片如果我不去杀人的话，就是一个十分钟的 stand 站，这样被老师说，看哦，看我这，看着我，我看着你，又罚站去罚站 ，no， 去站那边站十天十夜，打 P P， 医生，你得看我影片啊，我有一个地方，啊、你好像没头哦。哦耶 ，yes， 我是医生，你什么？
你是什么方块？我是 fans。好吧。我是狼，那个。你是什么？你在哪里啊？那你是什么？你肯定杀人的那个人。胖哥。啊。什么？到底在哪里啊？那方块。什么方块？不管你，妈的！哎，没有没有。胖哥，你知道我是什么吗？什么？你是 seeker。真的？骗你。一个人，那你是什么？我是那个 fans 吗？好吧，我是那个木头狼。好吧，耶、yeah! ！只有 three higher 的，还有这么多时间，他们肯定找不到我的 XD。哦、oh, ，真的吗？啊？你是在房子里面吗？哎，我在房子里。啊？我肯定你是 seeker。你在房子里面吗？对啊。嗯。你是 seeker 人知道你怎么知道的？这写什么 ？Linadi has found as a seeker。你看错了。你真的在房子里面吗？主播。真的。好吧，我信你一次。如果你在骗我。观众不信，问观众。我不想问了。你在哪里？我看见你的名字了，骗我？真的吗？好，那我知道你在哪。Welcome to this。怎样？你个 jerk 啊！你这 jerk！ 你在这打我人，不打我我还没看出来的。你为什么每次都是你杀我？不是我杀你，我也不能让你。那我们得找最后一个方块，不然我们输掉。最后一个人吗？哎，还有一个人啊，对吧？还有你。啊，对，我知道他们在哪里，我知道他在哪里。他在天上。他在 spawn 那边，之前我在那边老是被打。哦，我去 spawn。那贱人，我出来刚一直打我人。是谁？啊？在哪里啊？有人拿命来了，要这里附近，要这。空，快点！我被打了。为什么？哎，我们输了吗？我们赢了。我们赢了。哦，那大家，我们下局见了，今天再延长加长版。耶耶，下局见。那哈喽，我们又回来了。嗯。哈喽，我又回来了。这张脸真难看。没有，那这是我们的最后一局了，呵呵。希望这局能有个好玩点的。哎呦，这是。No， 我是没有问题。恭喜你，康康，你是什么方块？我是那个，我是又是那个铁钉。我是烽火台，烽火台，烽火台能藏哪里呀？真是。不用了。康康，要不要在 spawn 专门杀 seeker？ OK， 我们最后一局就杀 seeker。你在哪里？你去 spawn 了吗？我去 spawn。OK。你在 spawn 了吗？我看见你了。嘿。哦，你在这。我藏这边先，先准备。他在这里，打他！耶耶！赶紧走，赶紧走！快跑！Go！ 嗯，随便找个地方藏给你。我的这房子不行。我们去杀人嘛？不要，好啊。只有一个 seeker 人。这里去杀。哦，他过来，空空，快点！你在哪呀？哦，跟你，我转身快跑，快！在哪？你不在，我在。你看见我了没有？啊，看见。我在 spawn， 他是在那个房子里面。哦，我跟你。Go！ 那里 ！No！ 快点，打！Yay! I'm killing him. No! No! 我死了。哎，你服装。嗯。还。XD。等会5B上把矿工女装发上去。不错吧，矿工？嗯。这是最后一局，对不对？对啊。No。我记得这里有个人的。
十八，呵呵。这个人肯定在看我们说，你为什么攻击我？我不管你。那个人差点就被我们杀了，肯定。真的，讨厌。原来这里有人是箱子，我什么不知道。滴滴滴滴滴滴滴。滴滴滴滴滴滴滴。这里会不会有人藏？滴滴滴滴滴滴。没有。哎。我等。什么？我等你不见了。哎，我也不见了。那算了。反正这原本就是这么些，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如果喜欢我影片，点一下喜欢。继续支持我的人点个订阅，大家。狂攻不带，啦啦啦！哎，你怎么有黄油那个图？我带的头，我带黄油。耶！我没。嘿嘿嘿嘿嘿。那大家。再见，再见，我也带。不管你，那大家就这样子。拜拜拜拜，拜拜。拜拜。